啊，让你看一下你的鼻子，看看你的鼻子，哎，看一下鼻子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哎，看不清楚，算了，不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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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看不到，看不清楚，老毛就是没这个工具箱，没有没有，不是工具箱，他只不过是聪明而已，他是聪明的体现。他跟人比较久一点嘛，所以他明白人的心思，就是说想要干嘛干嘛，跟他说的懂的，听得懂的。大猪在这里瞪着我，树叶呢，树叶呢，我要树叶。呆呆的大猪，你看你看，望向我了。有鼻涕啊，是有鼻涕的，真的有的。他鼻涕只不过是很少而已，不是特别特别的多的，不是特别多的，还是有鼻涕的啊，同志们。呆猪。看大猪这个家伙秃头葛优，哎呀，你们这什么都说的是啊。